这个抽奖箱呢，其实就是里面有写了很多粉丝们想要对我说的话跟问我的问题。嗯，其实有很多时候，其实他们会就是害羞，不知道怎么跟我说。对，所以通过书信的方式，其实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。就是用写的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原唱从我们这个问题箱里面抽出两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先要倒一倒，看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？大家快来看是不是自己问的那一个哦。第一个问题会是原唱老师，现在舞台剧也演了，歌手也当了，两个超越自己的目标实现后，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尝试，或者是新的工作计划，或者是梦想呢？有，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会让自己投入了一个很长的时间，去投入了慈善跟公益活动上面，所以希望呢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我，然后投入，算是用我自己微薄小小的公众人物的影响力，影响小小的一群人。我希望就是把这种爱的力量呢，传递到更多需要爱的人身上去，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。你们愿意吗？愿意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。